这里都是空的，赶紧坐好小车。二哥，嗯，坐住，然后你帮我把雪糕拿着。哎哎哎，去，走走走。我雪糕没吃完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在那。我小心啊，我倒了。没事，我尽量抱住他。 你就先抱过来吧，先抱过来吧。我就怕我这样也抱不过来。没事，倒光了再来一次呗。哎，其实横着也可以。哇。OK， 好了，这样也不会洒。但是里面沙子够吗？啊，有够。沙子没有洒掉。 这是我们走的那个桥。对，走吧。哎，好高啊，好高。呱呱呱。有了。嗯。走吧。我想吃土豆，能够吃10块钱的吗？我自己来。我饱了，我饱了。来来来，我饱了，我刚一直吃，我真的饱了，真的饱了，真的饱了。不吃，你吃。好。我拿出这一张。 换取最后一条生命。好，你就踩着吧，蹲着，踩着稍微往外踩一点，蹲下，把胳膊伸到最长。蹲下。哎，完美，非常随意嘛。哎，慢慢的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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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最后一个，稳住啊，稳住，稳住，不要骄傲啊。哈哈哈哈哈。 心理压力，你知道我现在心跳有多少跳吗？谢谢谢谢谢谢啊！哎，蹲着啊，蹲着，你别这么扔，蹲着啊！本栏目由好喝助消化的畅意100%乳酸菌饮品独家冠名播出。 蹲着啊！我争取这一条就过。宽哥，这是为了什么呀？就这么一口气？现在初始就拿生命全部用光。 一个是挑战其他的任务，一个是在那个复活点10秒钟，蓝屏上映出来，就可以获得一次。我觉得咱们坚持吧。坚持。啊。